地对说有什么官分？因何何物的变化？那你看说是有什么心情？不，为什么？官官会的心，同我会的无，为何你三心分离？作为四心前入了这场的暴风雪，你要我一同观赏风雪。但作为四心来，我看见混乱与孤独，看不见其他。为什么我看见与你所看见的不同？无又是什么？你看见轰动、骚动了。就如同你的心混乱，依旧不改。我看见风不动，说了不动，是因我心不动。即使我该混乱，动心不动，那么世间万物该不为所动，就连饕餮不亦因心。心不动，就连饕餮不会因心，那是什么？无即能有，放开你的感情与心格，才能得到新的意义。我这种杀人武器，有什么意义？你有性命，你就存在这世上的意义，放在这世间上。我的治疗改变真实微妙的因和意识性，有你为人的意义。但我不是以正常之理所诞生的造物，以公规律师亚中心所做，因为智力做出的物件，才能以合理所谈的意义评论。为何不可？曾经我真想成为人类，但是最后我放弃。心中就有真相，万事就无法改变。我想改变，就能改变得了。以所以性命做情感什么，就是将自己最近伊也是性命，你也是性命。有喜怒哀乐，有生老病死，在你心中固执，你是杀人武器，这就是你的性格。性格不改，万事皆然分明。我的性格，说是天上之，人是地不之。以天火万象以气行运之，地有万物以形式交换。你是天所运出的气行，你也是地所育出的生命。那么，你就是正常循环的造物。我也需要多加听，用的规矩之中。你对自己有什么想法？失望、无奈，只是你想安，不是你容忍愤怒。从你见到世间万物之中，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快乐？最起初看见迎春花绽放的时候，要进入江湖，看到、学习到许多新奇的事物，但是王法庭让我感觉亚笨，快乐与亚笨，拢是你的全部之物。无这灵物，无这灵物，一条心情快乐去进修，亚笨的学习更好。一步一步理解与放开，那么许多事情你就能分担风险。
你要用自己选择的道路。我有一丝仔朋友，却不是真理解，选择你未后悔道路，心坚定，意志不动，不由分水道路，实行为何生？三业为尊人。小齐队，要重新可是死亡，面场不仅走火机油，也无小的尸体，因要求正规注册业务。我来小村外纪律新官，一目齐天的福分，都希望看见生命。